河虾又称青虾、日本沼虾等，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、湖泊、水库和池塘中，是优质的淡水虾类，体型细长，长约 1.5 至3厘米，整个身体由头胸部和腹部两部分构成，体表有坚硬的外壳，整体由多个体节组成。河虾身体表面红颜色的部分含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，虾青素。虾青素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强的一种抗氧化剂，颜色越深表明虾青素含量越高，广泛应用在化妆品、食品添加以及药品当中。日本科学家发现，虾体内的虾青素还有助于消除因时差反应而产生的时差症，并且虾中还含有丰富的镁，对心脏活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，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。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，防止动脉硬化，同时还能扩张冠状动脉，有利于预防心肌梗死及高血压。在生活中，河虾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香酥小河虾、韭菜炒河虾、油爆河虾、河虾蛋饼、盐水河虾等等。